话说徐润系当机立断，两日之内啫，就将收购美国旗昌轮船公司嘅呢件案呢就敲定咗啦。咁啊，到咗开始筹措资金嘅时候，徐润先至感觉到自己有啲冒昧，因为身为招商局总办嘅唐廷枢同埋另外一个会办盛宣怀啊，对呢件事系一无所知嘅。唐廷枢是自己的同乡好友，即使事前没有沟通，徐润相信他也会无条件地支持。现在关键是盛宣怀，他毕竟都是李鸿章派至招商局的代表，不能够不小心对付的。由于当时的电报还未开通，徐润立刻派人去福州，要唐廷枢尽快回来上海。而他本人呢，就亲自赶到湖北，向盛宣怀呢就当面陈述呢件事嘅经过，强调之所以匆忙作出呢一次收购嘅决定啊，实在系由于时间紧迫，咪希望呢获得理解同埋支持。啊，点知道令到佢欣慰嘅系，盛宣怀唔单止冇怪佢擅作主张，仲赞佢有见识、有胆略，主动提出。话同佢一齐去南京筹款咁。李鸿章啊，虽然对动用巨款收购外国企业就有个犹豫，之但系为咗同洋人啊争利益，仲系想方设法帮招商局咧就系调拨收购嘅款项，又亲自啊帮唐廷枢等人咧就发出手谕。手谕讲：旗昌轮船已定义归丙。从此经理得宜，平除私见，捐敌归公，官商可共信服，权利可渐收回，大局转移在此一举。嗱，兼并美国旗昌轮船公司啊，系上海轮船招商局发展嘅一个里程碑。呢个最初成立只有四艘轮船。一达浦东码头的民族企业，从此一步步咁发展成为咗拥有近三十艘嘅轮船，以及诸多嘅小轮、趸船、驳船、码头，而展房咧就遍布上海、天津、宁波以及长江各个口岸嘅大商埠，喺菲律宾、泰国、越南以及日本都设有分局，航线咧可以去到新加坡。夏威夷、旧金山等地的国际化的航运巨头。咁招商局在并购旗昌轮船公司之前，它的主要的竞争对手是旗昌。咁食了旗昌之后呢，就进一步实施了航线的扩张。咁招商局啊，就开始了同老牌航运业的两强太古同埋怡和轮船公司的新的竞争。太古和怡和轮船公司呢，都是英国洋行在中国经营很多年的大型航运企业，实力非常之雄厚。为了争夺航运市场，招商局和太古怡和就打响了价格战，结果三方呢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蒙受了严重的损耗。太古洋行的东主施怀雅呢，就首先意识到咦，这个直头是一场没有胜利者的战争，如果僵持下去的话，双方付出的代价就相当之惨重了。与其这样斗法，就倒不如大家坐低落嚟，订立一个协议，解决大家的这个纷争，就岂不是好？到了1877年9月，他就亲自来到中国，通过当时仲喺太古洋行做买办嘅郑观应同唐廷枢、徐润就展开谈判。咁当时轮船招商局因为并购旗昌而背负巨债，亦都急于结束呢一场抗日持久嘅消耗战。就喺当年嘅年底啊，经过郑观应以及唐廷枢嘅协商。双方就在上海就签订了长江航线和上海至宁波航线的齐家合同。
第二年的七月份，唐廷枢又同怡和洋行就签订了上海到天津、上海至福州航线的齐家合同。通过齐家合同，三家航运巨头就尽量避免冲突，尝试就和平相处，使到招商局呢就有了稳定的水脚收入，同时亦都有了较为之有益的发展环境。中国的江海航运市场从此就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新的格局。轮船招商局的振兴令到李鸿章十分之得意，他将这个叫做开办洋务四十年来最得手之文字。李鸿章真的有理由得意的。轮船招商局就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的官督商办的合资公司，一改数千年来社会集资就全部靠商帮亲缘关系的传统，搭建了官商合作、资本融合的制度平台，亦都树立了官商合作的近代企业模式。因此他的成功就不单止标志着中国人有了自己的蒸汽轮船，或者中国借此就收回了江海航运的权利，而更加重要的呢，就是从此中国就产生了股份公司。社会商业组织的近代化是中国经济的崛起，亦都是工业技术近代化的基础。继轮船招商局之后，唐廷枢又筹建开平矿务局。这个矿务局的组织形式、管理体制以及股份的核定、股东权益，基本上是复制了招商局的模式。其他那些比如湖北煤矿、上海机器织布局等的洋务企业，他们的公司章程都是拿这个作为蓝本的。近代工商业的出现往往都是具有联动性和群发性的。李鸿章将轮船招商局就当作洋务的枢纽，但是随着轮船业的振兴和机械制造企业的多起身，缺少煤炭就成为了限制新兴产业发展的一个瓶颈。能源是一个国家走向近现代化的原动力，中国传统的土窑采煤就已经远远不能够满足新兴产业的需要。而至于英美等国的轮船将煤运到这边，计都咳啦，兼且花费很多，根据当时每年仅是进口煤炭这一项，洋商可以赚到400多万两的白银。因为这样全面学习西法采煤，创办一个机械化采煤的需求就日益迫切了。轮船招商局的成功为粤商就赢得了广泛的赞誉，更加令到李鸿章呢就亲证了他们经营洋务的非凡能力。中国虽然商帮众多，但是办洋务求自强，尤其是思而知长技以制而，这样就唯有粤商就堪当大任了。所以李鸿章在考虑主持开矿人选的时候，唐廷枢自自然然就成为了首选。1876年11月2日，唐廷枢就奉命由上海就抵达天津，帮李鸿章就筹办矿务。第二日，唐廷枢就动身同英国矿师马纳斯等人呢，去到开平一带就勘察矿脉。当地传统的小煤窑林立，唔单止系效率低、成本高，而且由于技术落后，只能够呢就采挖浅层嗰啲煤槽嘅啫，深啲就搞佢唔掂噶啦，因此就造成咗极大嘅浪费。经过十几日嘅调研之后呢，唐廷枢喺14日就写咗一份好详细嘅勘查报告。佢嘅呢一份勘查报告唔单止系阐述咗喺开平使用机械化西法采煤嘅可行性同埋优越性，而且主力采用西法运输。所谓西法运输呢，就系修铁路啦。咁佢认为只有铁路、轮船联运
才能够降低从开平至到上海等地的运输成本，令到开平煤啊在市场价格上边就获得竞争的优势。咁佢喺呢一份经过反复推敲的勘查报告里边，明确咁写到，话欲使开平之煤大行，以夺洋人之利，九非铁路运输，诚恐终难振作也。经过呢一份报告呢，李鸿章就坚定咗喺开平兴办近代大型煤矿嘅信心。但系佢啊，对于收足铁路呢个大胆嘅倡议，就颇感为难噃。先自从兴办洋务以嚟，李鸿章就已经逐渐意识到呢铁路嘅重要性。喺1874年嘅时候，佢仲冒住风险啊，呈递咗请修铁路嘅上书，但系奏章一送上去啫，即刻就遭到群臣言官嘅痛底，话修铁路啊，会令到洋人啊深入内地，制造事端，图资纷扰咁。1875年嘅时候，佢又向恭亲王奕欣极陈铁路利益，希望先整一条镇江至到北京嘅铁路，以便南北运输。奕欣咧就热心洋务，对兴修铁路嘅建议就意欲为言。但系朝廷嘅阻力太过大，所以佢亦都唔敢自作主张。咁李鸿章就话：不如揾多个一齐讲啦。咁奕欣就话：唉，揾多个人呢，亦都唔能够将呢件事定落嚟嘅。嗱，就咁样，修铁路呢就成为咗清朝政府嘅禁区。嗰阵时，李鸿章系心灰意冷，对铁路亦都从此绝口不谈啊。所以铁路呢两个字啊，就成为咗挡喺李鸿章、唐廷枢等洋务人士前边嘅一条路障，冇办法逾越，只能够兜住行。李鸿章就权衡利弊，斟酌再三，直到1877年嘅时候，即系光绪3年8月初9嗰日啦，先至对压咗好耐嘅唐氏开矿报告咧就作出批示。总而言之，李鸿章嘅意思就系叫唐廷枢啊尽快将机器开采煤矿就办起身。至于铁路呢，佢就婉转回避咗啦。1877年9月，唐廷枢、丁寿昌、黎绍棠三个人咧就会议咗喺直隶境内咧，就创办近代大矿嘅招股章程12条，借鉴轮船招商局嘅章程，规定咗煤矿嘅官督商办嘅性质，明确咗按股份成比例。到咗1878年7月24号。开平矿务局就正式在开平镇嗰处挂牌设局啦。咁开平矿务局成立之后啊，唐廷枢一方面在天津、上海、香港等地咧就展开招商集股活动，另一方面呢就带领在英国请翻嚟嘅几个矿师，同埋广东招募翻嚟嘅工匠，就去到开平一带咧就选址打探煤炭。经过反复的比较，最后决定将开平矿务局的第一口井转在开平以西20公里的乔家屯。唐廷枢为这座中国近代第一矿就起了一个很响亮的名字，叫做唐山矿。先有唐山矿，后有唐山城。唐廷枢发掘命名的唐山矿就成为了唐山这座近代矿业城市的开端。到了1881年的秋天，唐山矿井架上的天轮就将中国的煤矿带入了机械化开采的一个新的时代。唐山矿终于出煤了。随着高质量的煤炭在深层的矿井就运到上来地面的时候，运输啊就成为了一个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摆在唐廷枢的面前。唐廷枢好理解李鸿章的苦衷，只好暂时放弃在唐山矿至到间河口
收一条100多公里长的铁路的计划，改为衰角庄至露台就挖一条人工运煤河。咁呢个河运计划好快就得到李鸿章的批准。在开挖河道的时候，唐廷枢就发现由衰角庄至到唐山矿的地势一路咁高起身嘅，咁运煤河就唔可以挖到矿场嗰边噶咯噃。最好的办法就梗系修铁路啦。是因铁路啊，系关系到开平煤炭兴衰成败的命脉，亦都系唐廷枢冇办法放弃的梦想。唐廷枢静静鸡将挖掘河道的时候遇到的问题向李鸿章禀报，并且咧好隐晦咁透露自己的想法。佢话喺衰角庄至到矿场就修一条快车马路。咁对于呢个快车马路啊，李鸿章啊梗系心有灵犀啦。既然唐廷枢嘅品折上边就冇提到铁路两个字，于是佢就扮懵，即刻批办。同时啊，老谋深算嘅李鸿章为了减少日后朝廷的震动，专门又呈上了一份汇报开平煤矿筹办情况的奏折，将这条快车马路就作为私货暗中塞入去。好了各位，到底这条铁路收不收得成呢？欲知后事如何，就且听下回分解。